跟住請梁國雄。主席，首先我你嗰個機會咧，向你同埋所有拉布去抵抗呢一個一地兩檢嘅議員咧，表示最由衷嘅敬意。嗱，當呢一個你哋拉布去代表香港人反對一地兩檢喪權，即係呢個令到香港人嘅人權受到威脅嘅時候咧，呢一個建制派咧就出嚟講，就係話你哋嘥時間。你睇睇呢度，今日講兒童權利啊，而家得三個議員，一個叫尹兆堅，一個叫做邵家臻，一個叫做葉建源，加埋你四個都係主派議員嚟嘅。嗰班民建聯嘅議員去咗邊咧？係咪啊？嗰啲咬牙切齒啊！我以前個同事啊，邊個叫蔣麗雲？記得唔記得？佢話：哎呀，你將啲人即係發明一個新制度喎，仲要覺得好得意，就話儲啲錢啊，儲到18歲，等佢儲埋一齊嘅時候咧，等佢規劃生涯。睇睇啦，蔣麗雲，你睇人啲細蚊仔喺度啊！喂，錯，民建聯有人喺度嘅，嗰個叫徐英偉，徐英偉喺咩度啊？喺度喺咩度啊？喺度。喂，阿哥，你係民建聯嘅青年民建聯嘅副主席。唔代表民建聯去為香港人謀福利，你走咗個對面做官。阿哥，你問人哋問你最低工資，你唔識答啊？今日有冇做功課啊？係咪啊？問你最低工資同低津嘅關係，你唔識答啊？咩？呢個咩議會嚟㗎？我本身佢應該坐喺嗰度嘅，俾 DQ 咗。你本身冇人識你嘅。2015年仲係辭職啊，翻去民建聯嘅，而家係坐喺度做副局長20萬一個月。你可唔可以？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？一陣間，你為兒童做乜嘢？喂，林鄭月娥話：喂，我而家整4億人出嚟啊，派，你知唔知4億啊？你做下功課，你林鄭月娥做咩？你一答啊，快啲撳上去網嗰度啊！喂，話嗰啲兒童餓唔死就得咯，會做多幾年喎？你咪搞錯啊，阿徐生！我話俾你聽，呢個議會真係腐爛透頂啊！你鬧呢一個民主派拉布，你而家我問啊，你而家快啲變翻嚟啊！喂，我而家呼籲民建聯嘅議員就快啲趕翻嚟啊！呢度咁多兒童，各位小朋友，佢哋冇人關心你嘅民建，你知唔知啊？佢係黐線嗰班人，口蜜腹劍噶。徐英偉，你答一答。林鄭月娥有乜嘢新油？除咗話攞4億出嚟繼續派麵包之外，兒童唔係要麵包，首先要個麵包。小朋友，你中唔中意麵包啊？中意啊嘛，係咪？咁你仲要乜嘢啊？你而家你個台個面冇麵包啊嘛？我話俾你聽，徐英偉，你哋呢班建制派。做議員做唔到，做到議員唔坐喺嗰度，而家捐翻轉頭就嚟話為代表兒童。各位兒童，快啲問下徐副局長，徐副局長呢、這個，同我講，徐副局長，唔該你叫林鄭來做好啲嘢，唔該你叫民建聯嘅議員坐喺度，尤其是蔣麗雲，規劃生涯，叫佢規劃下佢議員嘅生涯先啦、啊。